心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一二三，一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。麦克风心，一二三，一二一二三，一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。那么咱今年适逢咱大溪乐安社创社110周年，咱的社庆大典，也感谢所有咱的楼主、副楼主，尤其咱即阵要来到咱兴大花坛参礼，来自咱八地发乐间咱的大鼓楼，是由着咱大溪乐安社提供副楼主，咱的李良生董事长，以及咱大溪早餐店所有咱的技术人员，一同不受重资。来聘请着来自咱八地福隆恩，咱的大鼓楼火车，庆祝着咱大溪乐安社创社110周年，咱的千秋祭典，并恭祝关圣文主1865周年，圣诞千秋平安绕境，在咱6月23，咱的绕境大典，欢迎咱大溪乐安社，这是为着咱提供福隆主。杨生当时长，以及咱大溪早餐店一同不受融资，并且就来自咱全省有名咱的贝贝和老根，咱的不管班级老师，就着咱的大鼓楼，用将咱大溪龙安社创下180周年，圣诞千秋，还有咱东嘉禾主团，就着咱全红女当时长，以及咱所有咱的楼下行家。大有色是黑白的，是啊，嗯，我是这样讲，知道哎，大有色。
台客潘振堂，台东谢老主兼洪武董事长，三爷注入电机落下众神一路，金碧青鸟，恭祝台客龙安社创社119年，并恭祝关圣帝君两位文武尊神圣诞千秋，恭献名甲礼，吉敬休拜，再敬休拜。三敬香拜，清香献上。跟洪武董事长三爷祝入电机全体同仁，再向大家龙安社恭祝创社119年庆，并恭祝关圣君主1865周年圣诞千秋，奉上清香受香敬献。祝请吉民安宁。金香接炮，受礼在宝，天皇关圣帝君立为文武尊神，圣驾坐前，一敬献拜，再敬献拜，三敬献拜，献上金香接炮，红绫破甲，恭祝关圣君主1865周年，圣诞千秋，千千秋，圣寿无疆，圣圣寿，并恭祝大家龙安社。创社119年庆，社运昌隆，再迎，迎家三敬拜礼，一敬拜，再敬拜，三敬拜，礼成掌声鼓励。恭祝大家龙安社创社119年庆，感谢吼，感谢咱龙安社所有咱的社头先进。大家辛苦吼，大家辛苦。那么咱今仔日6月23，咱的平安绕境大典，大家一路辛苦吼，准备落去。那么嘛，代表着咱大家土生人，咱大公伫东赤路组，甲洪武董事长，以及咱所有政府电机，所有咱的参与合办单位，